你刚醒就说这么多话，不累啊？累啊。那你不奖励奖励我？嫣兰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我吧！嫁给他，嫁给他。今晚夜色那么美，橙色汽水来一杯，肩膀重了你一杯 ，baby 做你心中的依赖。亲一个，要亲我们也是回家才亲，才不给你们看。那就这套了。嗯，我们家老婆说了算。哎，对，搂紧一点。哎，好，套紧点啦。开嘴，开嘴。是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是你毁了这一切。你赶紧走，他又不肯进组，他疯了。不要你。来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他现在状态特别好。我也。怎么是你啊？嫣兰呢？霍言，霍言，你别管我，保护好自己。嘘。嫣兰，你在哪儿？只要你能找到那个秘密通道，就能找到我，找到嫣兰。我等你，再去搜一遍。怎么了？你一会儿要是要键盘或者榴莲什么的，你就发语音跟我说。大桃，离我远点。你不是说回头找我吗？都回哪去了？这个头，谁让你坐这儿了？快快快，有陌生人闯入。给我搜，一件件搜。你们俩不是很厉害吗？不是可以拿到样品吗？还好意思瞒着我？要气死我是吧？你这话的意思，有别的办法能找到样品？是要忠心。实验中心的样品室的，嗯，为什么要走？是因为叶兰吗？还是因为
这个站长做女朋友吗？结束，我们让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我让你减速。不，没听见的话，哦，过几天再说。不行，你现在再说一次。小点声。韩佩在燕兰身上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U 盘，里面是一些医学方面的报告。就是这个 PDE 的灯泡药。对。不行，我真后悔小时候没好好学化学，我现在这些啊一个都看不懂。那有什么打算？我现在已经和韩梅合作起来了，借这个机会会慢慢的接近她。这世界很酷，